間屋有咩特別之處，同大家分享。嗱，一入屋嘅時候咧，就發現咧入屋面前嗰個 partition 啦，同埋旁邊嘅獅子櫃超過八尺高，竟然可以一鍵板上到頂。呢個咧其實普遍咧好多供應商都做唔到噶。嗱，廚房裏邊咧曲尺位係成日俾人咧會忽略咗嘅一個位置嚟噶。咁呢間公司咧，除咗幫個曲尺位咧做咗一個摺疊門仔之外啦，其實佢喺嗰套櫃嘅組合上面咧都花咗啲心思噶。咁令到咧打開咗嗰個曲尺位置之後咧，其實見到嘅空間咧係非常之大噶。另外廁所，嗱廁所咧好多時候咧，户主去考慮用唔用吊頂式浴室布咧，都會喺度諗緊，就係有條石子喉走翻出嚟會好核突。嗱，呢間公司咧就幫佢哋做咗一個接駁位，駁翻去嗰個玻璃窗嗰度，就令到咧可以收納咗嗰條石子喉。另外主人房的浴室風壘，其實近年很多戶主都喜歡做浴室風壘，留意一下浴室風壘最害怕的就當然是漏水，這間公司做過浴室風壘試水做了整個星期，而在裝修過程裡面有什麼特別，就交給兩位設計師和你們分享一下。因為疫情的嚴重的關係，業主都不想出那麼多街，經過我們就提供相片和詳細的資料給業主去選擇，經過 WhatsApp 啦，咁都好多謝業主的信任，咁我們就很快咁樣可以將整個裝修的過程很 smooth 嘅。咁你呢？好，咁經過打擦之後咧，我哋發現樓上咧嘅去水位係有漏水嘅，咁我哋通知咗樓上之後咧，就幫佢處理翻。咁然後經過我哋嘅檢查之後咧，發現我哋單位嘅去水位咧全部都好慢。咁喺工程期間咧，我哋已經搭棚處理咗。如果唔係咧，起咗貨之後先發現咧，就後悔莫及啦。